咱俩现在就好比我是这个冰箱，你是这个雪糕。雪糕生气离家出走了，走着走着就挂了，又回来找我这个冰箱。你说冰箱这个时候说什么了？ 说什么了？不是你要一起去遛狗吗？你是要约我吗？你去不去你不去我自己去。老公，我还是有一点漂亮在身上的，对吧？不止一点。你媳妇儿，你这么整，我该上火了。说为啥呀？太辣了。我也觉得。老公，老公，你录我，你让他们看看我多辣，让他们评论。展示。现在就是爱情的烈火，辣吗？别忙活了。哎，老婆，我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安慰动作，怎么样？挺好，正经挺霸气。大王，你来抓我呀！怎么不来抓我呀？再来一遍！大王，你来抓我呀！哎呦我的妈！哎，你嘴真好看。那一会儿给你亲一下。你身材也不错呀。那一会儿给你抱一下。哎，那，那你生孩子一定很好看吧？哎，我下个礼拜一产期，你怎么知道？下个礼拜就能见到了。冰蛋打散了蘸肉吃。那你帮我打一下呗。好的。睡觉。哎，你人都睡着了，你干嘛？拿过来！你他妈要在半夜再下手是我，我告诉你妈去。啊！中大的钱我们不给你，听北京讲，一分钟一百千。你个拉倒吧！现在哪有三块钱一包的烟了啊？哎呦我的妈！受不起！什么三块钱？你顶多挣两块钱，你。我们这儿刚退的姑娘，我看外观很新，才能保养也还可以，能不能买回家自己开？这个问题不问题不闹，我说多少遍了，你要是现在没有钱买新的，就去租车。那公交车保养再好，每天上下车多少人啊？给钱都能上车，刷卡还能打折。所有硬装废车辆，即使可以通过条例让车辆不报废，但是车的架势很低，尤其是轮胎缝又宽又大，早就不是原厂的质量了。你挑一个炮，一个炮啊，嗯，我给你挑了吧，嗯，好吧，嗯，挑了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这俩是老的，哪个老炮？老婆，你不能去！哟，摸你，摸你。